各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系列的教学影片当中，我们先教给大家四个舌头的位置，发出一口字正腔圆的美语，然后我们把单字拆成一小节一小节，这样子又好念又好记。然后我们把心中的中文呢，按照一个简单的公式，把它变成英文给说出来。然后到了中级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谈了几个迷思，比如说，请大家忘掉中文，只讲英文就好了。可是这样子，我们发现忘掉中文，你的英文反而讲不出来了。还有好多的朋友，我们就是考试不念，只是用听的，听上课的老师，听广播的教学，听 CD，可是不念的情况之下，英文是很难学好的。我们又谈到，大家先找老外去学习，可是我们却跟大家说，跟老外要去做练习，去练习你已经会的东西，而不是找他们去学习你不会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谈到说，说英文不需要文法，可是相反的，我们给大家证实了，你一定要有一个简单的文法，这样子你的英文就可以很这个愉快流利地说出来。而各位，我们在介绍我们的文法的时候，也就是这一个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谈到，其实所谓的文法根本就是一个英美人士的思考方式，所以你一定要先建立了人家的思考方式，你再来去学习英文就会简单容易多了。而且各位会发现，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的文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学了能够用出来，而不是让大家学了就去考试，考完呢就把它给忘记了。在我们这边的教育，有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奇怪。我们在学校一定要学英文，可是我们要用的英文，什么叫做要用的英文？我们要能够说，上台能说，下台能够写，能够独立的阅读，这些东西我们学校不教。我们学校整天教完，叫大家背完单字，教完就叫考试，考完试，大家很多人就忘记了。所以尽管人人要学。能够从学校毕业出来，能够简单运用英文的朋友却寥寥无几。相反的，我们不要用的数学却教了一大堆。我们在学校教一大堆的几何代数这一个方程式，可是毕业之后，我们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可是在学校教了一大堆，所以我们到底英文要教什么？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英文就是单字加上文法。单字要有声音，所以我们六个符号要大家把英文给念出来，然后我们要建立一套非常简单的文法思考的能力，这样子就成了一个一个的句子，我们用句子来运用，当然参加考试也就得心应手了。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大家学得简单，能够记，能够用，而且有兴趣，因为你学的你能够用，你就会有兴趣，有了兴趣，你一定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有信心，这是学英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教导大家的就是怎么样子让大家能够运用出来。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学的东西还有五大句型这样子东西，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你学完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好像不能够帮助你来运用。所以六个符号英文法很简单。我们学完就要能够运用。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怎么样子来听懂英文。这个要诀呢，就是在于反复的听，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你能够自己念得出来。各位，在你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听到的是声音档，所以你自己的脑海之中一定先要存在有声音档，也就是对于任何声音，你看到的不是文字而已，你看到的应该是声音。比如说，看到这两个字就是 got it，你就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在你脑海之中，而不是 got it 这样子的文字档，因为文字档并不能够这个和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档相符，所以人家讲出来，你还要去思考去想，诶，他刚才在讲什么？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刚才他不就是讲那个吗？”等到你反应过来，人家已经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声音档在脑海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先念出来的原因。你念出来，你就有声音档，你听到
对方的声音档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契合，你的反应速度就会快了。而且各位，你不但要念，而且你要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念，越念越熟，越念越快。我们来先听一个教学的一个声音。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您先要先学习这种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不是讲一长串的话，因为我们在跟老外讲话的时候，他常常可能只有两三个字，哎，讲完了就等你要回应了。那如果您那两三个字都听不懂的话，那您当场就会糗在那边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例子啊，那个跟老外讲话的时候，他常常有时候讲到一半，他就会问你说，哎，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这个他会怎么讲呢 ？Got it？ 是的，您听到了吗 ？Got it？ 这个是 GOTIT 两个字把它合起来的，这个念成了 Got it。Got it？ 请您再听几次。Go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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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们在听老外讲话的时候，他的这些土音啦，或者是连音啦，或者是他的这一些所谓的南腔北调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同样的一句话反复反复的听几次，不要只听一次的话，您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慢慢的抓住人家的味道了。所以呢，比如说刚才的 Got it， 您再连续听几次，您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们来听一下。Got it, got it, got it, got it。好的，您听到了吗？您看，您现在是不是感觉的舒服多了呢？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只听一次，反复、反复、反复的多听几次，您自然就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请问您 ，Got it？ 所以您听懂了吗？好，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在英文里面要听的时候，你要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念，而且要越念越熟，越念越快。我们刚才也提到连音的问题，其实连音就是一个文法的问题，主词动词连在一起，后面一小节一小节的把它给带出来，各位看到都是一个介词带出来，介词带出来，介词带出来，介词再加上子句带出来。所以这之前如果各位学了一下我们的文法，你就会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就是在念之前，这个你一定要先了解文法之后反复的去念，越念越熟，越念越快。那这样子呢，你的反应才能够快，当你听到英文的时候，你的这个马上就能够感觉到，嗯，我可以，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听得懂了。现在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小小的句子，这个小小的句子等一下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步骤，这个理解之后去念，念完之后再去听，听完之后再念，念完之后你就会发觉越来越听得觉得它声音又清楚又慢了。这个句子叫做 Most Americans start， 大部分的美国人开始呢 to go 啊，去什么地方呢？ to school， 去上学。At the age， 在这个年纪，什么年纪呢？ Of five， 五岁的这个年纪去上学，上幼稚园啊。When 就是这个时候呢。When they enter， 他们进入什么地方呢？ Kindergarten， 好，进入了这个幼稚园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来准备听一下这个英文。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five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five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好，各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声音，有一点像机关枪哒哒哒哒就这样说出来。所以为什么要你反应快，因为你不能够有停顿的时间，那这就是你要先做练习，你自己越念越快，你也不停顿，你就会越来越习惯这种方式了。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多念几次，你就发觉等一下再听，其实就会觉得它慢下来，听得很清楚了。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five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好，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都懂了。懂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懂了并不代表你会了。
懂了，并不代表你会了。所以你一定要反复的练习到你能够直接一听就听得懂，甚至要你说就说出来，这才叫做你是会的。我们很快的再请大家念诵一下。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我们再回头来听一下。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好，各位，如果你刚才有跟着我念，你就会发觉现在声音似乎比较慢下来的感觉。如果我们念得比他还快，我的声音比你这个外国人还快，那等一下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当然会觉得你就慢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把速度加快。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好，当然好多朋友你们以前从来不念或者很少念的，一下要你念得这么快，你当然很辛苦，甚至你会排斥，可是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你多念多念多念，慢慢就会越来越熟，越来越快了。一个字念不好，你念它十次，念它一百次，一定要做这个基本的工作。就像你打篮球，如果你连运球的动作都做不好，我怎么样子去教你更进一步的篮球的技巧呢？好，所以我们大家再念最后一次，等一下再来听。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好，如果现在有这样的速度，你再回去听，你就会觉得真的他的声音慢下来了。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Most Americans start to go to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hen they enter kindergarten.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要听得懂的英文并不是要你马上一直去听一直去听，我相信好多朋友你一直去听，你把天天收音机打开来，听得懂的就是那几个，听不懂的还是听不懂，所以在于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念，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在你的脑海之中建立扎实的声音档，反应快，当对方出现声音档的时候，你才能够马上能够理解。再来我们看怎么样子能够写得出英文。那么要写得出英文，当然必须要了解文法，因为说话的时候说错字是没什么关系的，可是写下来白纸黑字写错了就不好意思了，所以你的文法就必须要了解一下。可是各位不要想得太难，你要先想得出中文出来，你就可以有办法写好英文了。那么记得按照我们刚才说话的方式一样的，想完中文之后呢，按照一二三主词动词受词补语补上去，写了一二三，再把其他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就大差不差了。但是我们刚刚说过，你要注意文法，也就是要注意小地方。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这就是我需要的书，这是我的中文，想好了，我现在套进去一二三，所以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书在英文是一个可数名词，前面要加 a， 那么这是一本书。什么书呢？我们还缺的就是我需要的，这就是其他的东西，我把它给补上去，带出一个形容词子句 which I need， which 是这本书，主词动词我需要的， which 也可以被省略。我们现在把整个句子合在一起， This is a book which I need， This is a book I need， 那这样子就写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英文。那我们说注意小地方，到底什么叫做小地方呢？下面这几个就是我们在写英文最容易犯错的几个地方。各位，第一个名词啊，一定要注意单数跟复数的问题。我说 friend is important， 朋友是重要的，这个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完全正确，可是英文是不对的。我们的朋友是名词，这是可以数的，是一个可以考虑单复数的，所以你不加 a 就要加个 s， 单数就加 a， 复数就加 s， 所以你要说 a friend is important， 朋友是重要的。中文没有 a 这个字，可是英文一定要说，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观念，名词有单复数的问题。再来就是动词，动词跟中文不一样，就是它有时态的观念。 I live here before， 我以前住在这里，很抱歉你是以前的事情，所以动词要用过去式，
所以就变成 lived。I lived here before。再来，我们的基本的关键就是你的句子当中一定要有主词，有动词。我写成一个句子说 I shopping often here， 我常常在这里购物，这是不对的。 I 是主词没有问题，可是 shopping 这并不是动词，所以你就要改成 shop， shop 才是动词。 I shop often here， 或者你可以改成 I go， I go 就是动词，把 shopping 当成受词，这是动名词当受词，所以你说 I go shopping often here， 这都可以的，就是不可以 I shopping often here， 因为这是主词，这后面是动名词，动名词并不是动词，所以我们要改用 shop 或者是 go shopping 才可以被接受。再来，我们看到两个句子要合法的连接，比如说各位看到 I went there， 这有主词有动词，而且这是以前的事情，用过去式的 went， went 是 go 的过去式，这很正确。 I bought a bag， 我买了一个袋子，这个 bought 是买 buy 的过去式，这也是正确的。可是各位看到这中间你用逗点，逗点并没有合法的连接，所以中间就要加个连接词，你一定要多一个连接词，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两个句子合法的并在一起。你就得说 I went thereAnd I bought a bag， 我去了那边，而且呢我买了个袋子。这个 and 在中文不一定要讲，可是英文呢就一定要说，这就是容易犯错的地方。再来就是看到子句不可以单独的成句，子句就是像这样子的，这是一个辅助的功能的。 When I have time，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这是一个子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母句。那么子句不可以单独的成句，因为子句只是用来辅助母句的，所以各位看到这里是一个句点，那就不对了，你一定要把它改成逗点，这样才行，因为它只是用来辅助的，所以你就变成 When I have time 逗点，然后再把母句说出来 I 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以上是我们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下，那这样子写出来基本上只要注意这些小地方，大差不差，就可以写出还不错的一个英文出来了。所以我们简单的回想一下，就是各位把中文想好，按照一二三的文法结构先这个写上来，再补上其他的字，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小地方，这样子就可以写出还不错的英文了。当然各位进一步一定要想办法写得更好，更多更长，你就要把文法更清楚的理解，你要读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单字跟句型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句子再把它加长，刚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This is a book， 刚才这边有个 A， 这是我需要的一本书 Which I need， 现在我把它加长哦。 To tell the truth， 我们放在最前面一个副词片语，说实话， This is 这就是呢 The very book， 就是这本书。 The very 加强语气的用法，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 I badly need， 这里加个副词，我急迫的需要的，需要来干什么呢？ For my work， 对我工作上有帮助的一本书。所以合起来各位你看到就比刚才的句子，这个简单的句子就长很多了。那么这就是各位进一步要更上层楼的学习，那当然就请各位多多的练习，我们把这个句子也再念诵一遍，就会觉得这个句子好像就更有水准了。 To tell the truth, this is a very book which I badly need for my work。 最后呢，我们来谈要怎么样考好各项的英文。那么不管各位要考的是哪一种英文考试，我们都建议大家从考古题下手，因为考古题就是以前曾经考过的题目，这些题目可能都是属于这个单位的题库里面的题目，所以这些题目都很有可能会再出现，而且它的难度会刚刚好，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所以用考古题来下手去准备是最能够切中目标的。当然要怎么样子从这个考古题下手，我们就先举个例子各位来看一下。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这个大概是中高级英检的一个程度的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下手，我们一样的加入六个符号来分析。我们看到这个句子说
the tempo stages， 这就是主词动词。这个 the tempo 叫做庙，这个庙呢 stages 是推出来，推出一个什么东西，推出来呢 performances 就是一些表演，所以这就叫做一二三。如果各位已经把文法稍微学好的朋友，这个六个符号英文法就是很简单的带领大家怎么样快速的看得懂正确的英文。然后呢，这些表演是什么表演呢？介词做分割 of a Taiwanese opera， 台湾的这些戏剧应该就是歌仔戏这样子的一些表演啊。那么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表演呢？ As an expression， 当成一种表达 expression， 什么样的表达呢？ of a gratitude， 这就叫做感激感谢。这个 gratitude 就是刚才这个地方的空格的位置。那么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答案选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准备，我单字量还不够，所以我反过来，我先不急着去做，我把答案确定找出来叫做 gratitude， 把这个 gratitude 放回去，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感谢，一种感谢的一种表达。他们要表演的目的就在这里，对谁表达一个感谢呢？我们看到这个最后面的尾巴叫做 to the goddess of mercy， 这是大写，所以某一位女神要对于她作为一个感谢，所以推出歌仔戏。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我除了能够记得这个单字叫做 gratitude 之外，我顺便会学到其他的单字，比如说这个字叫做 performance， 这是复数加上 s， performances， 这个字表演 performance。 那么因为你是从上下文，是不是看到一个庙上面有表演，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印象更加的深刻，记忆更加的容易了。好，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重点单字 gratitude， 这个字叫感激感谢。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但学到这个生字，我把其他的生字也学下来，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整句的概念，这样子你才能够对文法，对于这个句型更加的理解，英文就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么你这样子准备一个题目，等于得到了三份的功效，这样子准备绝对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养成好习惯，你把它看完之后就念诵，念诵对于你的记忆就更有帮助了。 The tempo stages performances of a Taiwanese opera as an expression of a gratitude to the goddess of a mercy， 这样子一小节一小节讲给你听，一小节一小节带着你念，那这样子准备当然是很容易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大家一个我们的功能，叫做这个会员专区。在会员专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多这样子的教学的这个讲解，来帮助大家，带领大家来准备这些考古题。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会员专区的介绍。首先先进入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就是 www.6.com.tw， 然后我们到下面来，很明显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会员专区的练习，进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它的详细的项目，这叫运用，这叫考试。那么在考试当中呢，就各式各样的考古题，包括多义考试的题目。那么就简单的看一下，进入这里就是多义的考试的题目。那么我们也随便看其中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这叫单选题，我们就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按下收听，我们就按下去，然后呢就把这个声音准备放出来。 We do not have， 我们没有，没有什么呢？ Any questions， 任何的问题。对谁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For the lecturer， 对于这个演说者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首先我们在英文里面，任何你可以用上，也可以用 any， 但是上基本用在肯定句， any 用在否定或疑问，这是否定所以用 any。 那么前面因为有 We didn't have，这个 did not 就是否定，所以你就不应该选 A 跟 D 这种否定的答案，因为如果你选的话就会等于有两个否定。我们再来念诵 We did not have any questions for the lecturer。 好，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会员区的使用方式。在这个会员区里面提供大家考古题，一题一题的讲解给大家听，
带领着大家念。那这个是网络上的东西，非常方便，24小时，一年365天都可以来使用。我们以上学习了许多学习英文的秘籍以及准备考试的方法。那么如果各位朋友对于我们这样的学习有兴趣，觉得这样对你有帮助的，欢迎各位可以使用我们的函授课程来学习。函授课程就是用阅读的去听声音的方式来认真的把文法的基础打好，把阅读的能力建立起来。然后我们还可以提供大家视讯平台，就是在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影片，在影片当中我们会重点的介绍大家学习的方法以及文法的这些结构。那么详细的内容当然还是要用看的用听的函授课程，可是这可以相辅相成，把大家学习的这个更有效果。最后再配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网络会员区的这样子的练习，练习这些考古题，让大家有机会一小节一小节的讲给你听，一小节的一小节的跟着念，这样子线上的实际的去做听说读写以及做考试的练习，那这样子呢，对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